气女神迪丽热巴由出道至今几乎一直以零负评、零死角见称。带有新疆维吾尔族血统的她，不但拥有深邃立体的精致五官，而且举手投足间也流露着满满仙气，女神风范尽收粉丝眼底。而因为人气愈来愈热的关系，不少人开始怀疑她的完美脸蛋到底是不是后天加工而成。不过后来热巴的大学就照一曝光密集 KO 酸民，而且在网络上几乎没有一张迪丽热巴的丑照。被誉为零死角美女的迪丽热巴，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镜头下也毫无破绽，无论是日常的家居照或是被媒体的侧拍照也好，只见热巴雪白肉嫩的牛奶肌和几乎完美的过分的细致五官，不禁让人怀疑到底迪丽热巴这一生人会不会有失手的一刻。不过近日网上曝光了一集照片，可是要让女神失手了吗？最近就流传了一集来自被大家称为照妖镜镜头的是国中国所侧拍的女神照片，略显疲态的迪丽热巴没了平常照片的牛奶肌，肤色看起来比平常黄了一点。不少网友更指近镜的照片暴露那热巴的细纹和法令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大的感觉。小编就觉得网友们好像有一点太严格了，虽然现场照片看起来的确比平常热巴自己拍的照片失色一点，不过也没大家说的严重吧。热巴由出道至今人气就一直高起，工作排得密密麻麻的，在严重缺乏休息的情况之下还能保持到如此状态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不过看来女神真的要多休息一点了，眼袋绝对是显老的关键。不过女神还是随便留个头发都能颠倒众生的架势啦，在有修图调色的情况下。